行过全世界，专业旅游上用心，一百年旅行社带你世界拍拍照，享受自然奇境，欣赏建筑艺术，看见精彩世界，探索历史年轮。一百年旅行社，中价位高品质，刚好你真亲切的服务。台湾的博二是一样的，变成一个观光商场。古巴的布布车、古董车非常的多。这个桥头真水哦。火车站。会。这个是火车站哦。不过来看火车站也很好啊！哇，这个火车站真的是漂亮，好漂亮哈、哦！你看，这一个是弹药库哈、哦。然后盖小店。我们就在商量说，以后我们要到古巴来哈，哇，好漂亮的建筑物，这个真的是漂亮哈。那个火车站也是非常的美，就说以后我们要来这边卖珍珠奶茶，因为这阿多啊啦哈，拢就爱啉珍珠奶茶。我一个好朋友讲哈，伊美国的朋友来台湾，哈哈，嘿。哦，你台哦，哦，你台湾人啊，哈、嗯，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你这爱台湾，你看哦，出国拢甲台湾国旗扎在身躯。这个调酒师，哇！你看我们这个调酒师这么厉害，你看看，哇，有一套哦。嗯，OK， 你很厉害。摄影师是交易哦。我们现在要搭飞机，要回到墨西哥了，从古巴要回来墨西哥。我们哇，你看密密麻麻哈，墨西哥城，又回到墨西哥城。我们从墨西哥来，然后再回到墨西哥城。这是墨西哥国立大学，好漂亮哦！墨西哥的国立大学。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就是墨西哥大学，有35万的学生，所以我有问过几个校长说，你敢知道哪一个学校最大全世界？去盖他们教堂，所以它原始的石头在教堂上面。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后来他们修起来的。然后他们把教堂盖好之后，这边就埋掉啦。30年前这边要盖地铁的时候，他们发现，哎，怎么有这么奇怪的建筑？它像有点像海绵结构这样建筑。所以那时候就知道，阿斯蒂卡他们盖房子的时候是相当的厉害的，因为这边是地震带嘛，他们用海绵结构来盖房子，地震那个神庙都不会倒。然后才挖，才把这边开挖，哎，发现有这样子的遗址，才把它重建起来。那前蜀400年是他们大屠杀的时候，在这个地方死了很多很多印第安。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？他就问他，你要不要信天主教？不信就杀，不信就杀。因为当时这边是很大一个地方，就死了很多人。1968年墨西哥办奥运，奥运之前呢、啊，是墨西哥近百年的第一次那个叫做学生运动，学运啊，好像就是在墨。
墨西哥大学城区里面，这个是大屠杀的地方，自己曾经血印死了130几个，还有不信天主教又被屠杀的400多个，血流成河。血印就是在1968年教堂上面，奥运广场前一天，血印被屠杀以后，才给他建立一个纪念碑。这个是教堂，这栋建筑物非常漂亮，现在更漂亮了。对，到了晚上。这是墨西哥很特别的文化，马里亚奇。马里亚奇，我要多讲几次才不会忘记。马里亚奇，好、哦。大家晚上时拢来这个马里亚奇这个所在广场家跳舞，这是一个浪漫的地方。足够醉的哈！这也是街头艺人很多的地方。但是走在这边，哈，马里亚奇每天都有。你看，真逍遥哈，安尼，大家来这啊，看因安尼伫遐表演，啊也无付钱给因，啊因也袂安怎。咱观光客来，伊会唱予咱听，吼、哦，唱一条歌，100块的披索，其实嘛有价值啦。好多。100块差不多，咱的200几块。就浪漫的一个马里亚奇，哈！一下求婚就成功了，这一对就是在求婚了。人家在这求婚，哈、哦。